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歌女。这局我是后浪。看了一下我的任务，还可以。好，左边蒸汽法先吧。哎呦，我怎么又遇到一号？哎耶，快跑快跑！哦，不可以杀我，我害怕。哎呦，解得很快嘛！啊，为什么？我真的很烦哎！该不会一出去就被杀了吧？啊，三个了！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来不及了！尸体在餐厅。看各位的路线吧。我一开始在厨房，然后后来通讯解完之后，里面还有一个八号。然后后来我去那个通讯东站，我就过去解。解完之后，然后我就去大厅，大厅，然后我看到十号根本没有动过。然后我从大厅的方向要去那个电力室，就被拍过来了。我刚刚看到六号，然后我就看到他好像在客房，我还以为他是狼人，我就跑过来，结果他不是。我刚刚是十号又断线，那个我刚刚是先去电力室解配电盘，然后五号有看到，然后我出去之后我就往观景台，因为中断那个通讯中断，我要去解，然后就解那个走到大概观景台那边的时候，通讯中断就解完了，然后我就去那个什么那个大厅那边扫地机器人，对。然后我接下来去解电线，接机厅打游戏，电力室转蒸汽阀，跟后花园转两个蒸汽阀。要去客房的时候，看到餐厅倒了，好像是二号还是几号的尸体。七号说在厨房，然后要去解通讯，这么远你会去哦？啊，然后一号说在电力室也要去解通讯，那么远你也会去哦？要我是不会去啦。一号，你的电线是解哪里？你可以跟我说吗？然后其实我也有转蒸汽阀的任务，可是我都没有遇过四号，无论是在电力室或者是后花园，我也在酒吧待了一阵子，我完全没有看到四号。哎，因为我的任务在右边，所以我会去解。我当然也会去解啊，等一下你在隔壁在那边已经想着失火了，你也不会去解。四五七啊，我是法医。我觉得先飘掉一号了，五号是法医，先飘了还法医。哎，五号说他是法医死了，三具尸体他没有去看。先飘了，你都没有拍尸。先跳舞，先跳舞，先跳舞。太夸张了吧？你说你是法医，死三个里没有死。一四七三郎啦，一四七三郎啦，头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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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好啊，你要把法医给偷走。刚刚明明那个尸体没有很久，好吗？我也正往那边跑了。你看看，没有法医了哈。你看看，一四七八，九号谢谢。我说我是法医，一堆人要偷我，那些人就会是狼人，好吗？哎，没想到这一集我的智商这么的高，还要被偷出去。算了算了，下次再努力喽，拜拜。